这个好好吃。我来一点。好久没长痘了，今天我们来吃点辣。岐山擀面皮儿，这个要连袋子一起煮，感觉煮完没有什么差别呀。哇哦，先把它放凉一会儿，再做个蜜汁烤肠，这个要多放点油。我有时会喊你，你不用在旁边欲言又止，我都怕你上来自己拍。撒上辣椒面，这个是面筋耶，居然还有面筋，这辣椒油贼香。谁没吃饭？我分70%啊。这个我以前只在视频上看过。它这个红油真的香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，而且面条特别筋道。这个好好吃。我来一点。你们可以拿那个签签来夺。它很像糖葫芦哎。你还差那么多啊！我又想穿，谢谢。哇，就是说看谁穿的多就。妈呀，哇，这个真的好好吃，好好吃，而且一点都不辣。这个品真的会谢。好了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们下期再见。